迎春，这次能大败齐军，重伤重立春，全靠王一剑将军。我也因此得到了楚王的赏识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。要不是魏将军英勇，光有我有什么用呢？将军辛苦了。迎春，哎哎哎哎哎！你们两个别动！哎呀！ 臊死了！怎么让我给看见了？魏文斌，你对得起林花公主吗？林花公主为了你从齐国来到楚国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神医，你误会我们了。我还误会什么呀？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真臊得慌！夏姑娘，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又善良，你怎么能喜欢一个有妇之夫呢？你这不是在拆散人家家庭吗？ 什么都不说了，你们两个现在跟我去见楚国的大王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哎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楚国大王怎么会知道？不是，夏姑娘，是你不说我不说的。可是我塞扁鹊有一个毛病，我心里藏不住事儿。塞扁鹊大夫，我可帮过你一次，你再帮我一次，咱俩扯平了。夏姑娘帮过我这事儿不假，我承认。 可是我现在也是在帮你们两个，我让你们两个提前去找大王，先把事儿说了。要是从我嘴里跟大王说了，那你们两个不就是死罪了吗？还不如你们两个主动的去找大王，这样可以免一死，是不是？现在啊，赶紧去找大王，先说了，我不敢保证我塞扁鹊这张嘴，什么时候跟楚王说？哎呀，丢死人了！ 这下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